所以讲的中进路先试题啊，先试这个题。一言中者，讲什么是中，刚刚已经明白道理。言中者，祖师所录啊，所录，祖师所录下来的。祖师的祖，昨天就跟大家讲过，那是什么？就是我们讲超荐的荐，就是推荐的那个荐。为你荐名就是主。录是什么意思？统集是要，他能够统集一切是要，然后来统理法义啊，统集是要的梳理法义，梳理法义，你能够在那个心中辨析一些法义，那个叫做录。所以祖师为你统集这些是要之时，他就是为你将来心中能够疏通一些法义的，所以叫做录啊。但他录的目的是哪里？录的目的，他念念之间就是教化学习。祖师所录，他没有别的目的。录下来的意思就是什么？让你明白道理以后，你能够启发一切将来来学、来修行者、来学习者，当下心中能发起号耀，发起学习。他的目的就是教化你的学习心，启发一切后人的学习心，就是教化学习。所以他绝对不是只讲了一个跟凡夫的境界、超越凡夫的境界，只是一种高调而已。他永远都是把这种佛门之中的根本道理，他就是来启发你行者。最初的行者是心中的向往跟志趣啊。但你明白启发的是学心，但学之精诚在哪里？什么叫做学心？你们都是来学的，学习心你要看到，我怎么样才能够承认自己有如是学习心，才看得到自己所谓的属于自己的名字叫做学人或者叫做行者，是信解行证也。就是这四个键词，信解行证，从最初的号耀信心，念念之间在离路上的担当，我先不要说你的豁达，先不要说你真的能够心中的辨析，那种担当解也，在不断的熏习，不断的高兴，念念之间在这边不断的熏习领受行也，随你心境之中，随你现前的心境，你会发现你念念之间不断在气质或者于身于心气质上面的不断的改变，不断的增进，登上正也。所以中国字写的这个正，一个言，一个灯。过去讲灯，大家很难去体会灯。现在有网络时代，你要不管上哪一个网站，就要登入，对吧？就要登入。所以你要明白，你要站到如是自己给自己的期许之时，你要看到登入的相吧。你给自己一个账号吧。什么叫账号？你要算得了你自己发心没发心这笔账吧。账号下面还有密码，你是不是真的用了那个心吧？真的如实言实为密啊？你是不是真的输了如实吧？要登入吧。所以现在信解行证不必讲得太玄，讲得太高。信解行证就看到你是不是每一天当前，于每一日当下，你都知道那是道场。你不要只是浑浑噩噩一天过一天的，一天过一天很快的，一个人也没多少天的。每一天都是道场，每一天都是信解行证的地方。那你说我要是不发如是心，都是一个凡夫。其实凡夫就是负面的信解行证，因为你诚信你是个凡夫，你念念就为自己解读你是个凡夫，然后行持在凡夫的种种意境，然后念念之间你就登入凡夫的地步嘛，你就永远难超凡夫的境界。所以任何都没有离开如是信解行证，但信解行证有正面的信解行证，那凡夫你不都是这样子如是信解行证，负面的信解行证处，你自己导致你今天变成根本凡夫，可怜凡夫。所以你每天不是也是如此念念在发心的吗？所以你只要有一天没发心，你一天所谓的发心是什么叫发心？发心听起来好像觉得很玄，事实上不是。
过去讲发心，发心有很多人跟师父讲说，师父我发不出来。你怎么发不出来？你每天生活不都在发吗？你这个心不发，你就发我甘心做凡夫的心，你不是都在发吗？你说我发不出来的时候，这个念你发不出来，不再发我发不出来吗？你不是在发吗？人间啊，你看人间可以酿酒，食物啊五谷之中啊，它都能起成发酵。阿修罗叫五酒，五酒就刚强，食物都不会发酵，心也不会发酵，就是刚强。人间会发酵的，发酵食物会发酵，表示食物是什么？食物是人之种，但是资粮表示人心之中随你现在的熏习，它也会发酵，会变化的。你说你发不起来时，你不是在发不起来处发酵吗？将来你就永远就发不起来，就是永远在这发，发不起来也是发起来了，发起来一个什么相？发起来一个发不起来的相，为什么？谁讲发不起来？你天天在发，你没有发不起来的，因为人间可以发，除非你自己妄执刚强，我发不起来，发不起来，你妄执将来啊，这还有个相啊，就是修罗相，四种修罗刚强，还有一种卑下修罗，卑劣修罗，那都是在这个因身上面，在自己自行上面自己亵渎而来。将来你会发现，他就永远躲在如是刚强之中，哪怕真的就是躲在最卑劣的修罗，他也是只是执着如是刚强，执着如是的诚心，这个全都被卑劣，就是刚强了。所以你明白，事实上你都在发，你发不起来，你都在发，那你为什么不换一个声音呢？谁叫你发不起来呢？你只是被这个声音之中最被自己蒙蔽而已。将来发不起来的时候，告诉自己换一个声音，发不起来我都要发。你只要肯于换掉如是声音，你看你将来发得起来，发不起来。这就是刚刚师父讲的“光阴”两个字嘛，懂得善用“光阴”二字为自己做最初的现前接引，你都还是你这一生中嘛，你就不会辜负如是此生，真的就不会辜负如是此生。所以祖师所录就是在启发学心，学之精诚，信解行证。你一定要看得到，你哪一天的信解行证，你不是正面的信解行证，就是败坏的信解行证。你能够心中有如是警惕，你每一天的日子当前，你就叫行者。那每一个日子，所有的碰到任何环境，当下就叫道场。从此你会改变一般凡夫对世界的认知，凡夫的世界就是世界，那是情执互相熏染的世界的种种烦恼世界。行者在这些世界里面，他就是道场，就是根本道场。那个道场的意思呢，你心里已经明白了，什么叫道场？就念念之间懂得为自己发扬起扬些什么，心中的愿力的当下，那种气质的当下，都是道场。所以哪怕是面对亲缘眷属，一言一行，面对种种周遭的人我对待，种种现前的接引，待人接物，你都会发现那都是你道场。你碰到的亲缘眷属，那再也不只是单只是亲缘眷属，那都叫做菩提眷属。因为你不是借他们来修自己而已，你也是懂得如是熏习自己时，你回馈给他们。那整个的种种环境里面，你就是用一心在一心，一觉在一觉。你只要能够这样的去用，你不要以为师父这样讲的只是一种声音而已，你能够这样的就是用熟了就是你的，用熟了你就能够体会得出来，在这个中间的所有的一切的行持亮度你都清楚。那你不去用，你永远就是凡情的亮度，所以你就会怀疑什么时候到那种境界，哪有哪种境界？你抓着现在的凡情的境界想要来量什么时候到达那种境界，你永远体会不出来。你将来心中的气氛改变时，就是那种境界，那何许你来衡量？
心性就是如此啊，就是如此。